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画一张菊花麻雀，菊花抱心瓣来画。花瓣逐渐向外展，花瓣不能太平行，方向长短有变化，用笔挺剑分瓣画，外形花瓣有参差，大胆落笔，精心策划，叶茎叶柄要挺拔，掌状叶子绿色化，半干叶子勾叶筋，花头根染朱砂，尖藤黄，
麻雀折墨头来点。画上飞羽和尾巴，胸部大腿淡墨画，画上双腿和嘴眼，站在地上来看花。土地赭石来画好，点上小草，画完了。喜欢、关注、留言、点赞，谢谢了。